块玻璃可以承受多大的冲击力呢？15米外，用7.9式微型冲锋枪，嘟嘟嘟嘟嘟，一梭子打过来，打不穿。换句话说，它的抗冲击力相当于55毫米的一块铁板，厉害吧？其实，这样的防弹玻璃很常见，比如在银行里面，银行的工作人员和银行内大量的现金就是靠它来保障安全的。不过，我手里还有这样一个东西，一个装了42克硝铵炸药的防弹装置，需要找出它。那么，如果把这个爆炸装置贴在玻璃上，引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因为安全的原因，我们不可能在现场给大家演示爆破。但是，在2000年12月9号，郑州市市中心一家广发银行营业厅里面，就真实上演了这一幕。2000年12月9日，这天是个星期六，下午4:40。郑州银基商贸城附近的广发银行营业厅里，有几个稀稀拉拉的客户在办理业务。突然，从门外缓步走进一个头戴马虎帽的男子。该男子在众目睽睽之下，不紧不慢地将一枚安有吸盘的自制炸弹粘贴在3号营业窗口的防弹玻璃上。几秒钟之后，一旁的客户突然意识到了危险，强烈的求生本能促使他们纷纷朝门外跑去。面对眼前的突发事件，营业厅内的银行工作人员在第一时间按响了报警器，将炸弹安放好的营业男子此时拉掉了左边的拉火管，但可能是因为吸盘不牢，炸弹突然向下倾斜。蒙面男子见状，将炸弹重新挂好，这才慢悠悠地转身离去。没走几步，炸弹便发生了爆炸。显然，这是一起银行抢劫案。当时，近距离的爆炸让画面上这个歹徒两耳暂时丧失了听力。但这些画面上，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到银行来装炸弹、引爆炸弹的男子，看上去不慌不忙，好像是在做一件习以为常的事。不过这里我们先不讨论这个男子的反常举动，我们还是先来看看炸弹爆炸对防弹玻璃产生了什么样的破坏作用。炸弹爆炸后，3号营业窗口的防弹玻璃被炸出了一个直径约6厘米的小洞，但是整块防弹玻璃并没有丧失防御能力。面对坚固的防弹玻璃，歹徒开始用手中的铁锤狠命地砸玻璃。从理论上，防弹玻璃是不可能被歹徒用铁锤这样的方式砸开的，但当歹徒砸到第21下时，防弹玻璃与墙壁镶嵌处出现了松动，紧接着歹徒又砸了几下，结果整块防弹玻璃掉落了下来。另一名持枪的蒙面歹徒连忙跳过围墙，开始将一沓沓钞票装入事先准备好的蓝白相间编织袋。同时，在银行的监控录像中，依稀看到营业大厅内还有两名蒙面歹徒正在持枪巡视。2分钟后，将编织袋装满钞票的两名歹徒跳出围墙，和外面的两名歹徒会合，从案发到逃离的4名歹徒在银行的作案时间为4分36秒。这些画面都是当年银行监控录像真实记录下来的。在这起案件中，4名歹徒不仅抢走了208万元巨额现金，而且还把一名银行的保安人员当场枪杀。这起震惊全国的抢劫案后来被警方命名为郑州129特大银行抢劫案。到今天，犯下这起惊天大案的4名歹徒早就已经伏法，但是这个画面在当时还是成了很多人的噩梦。从这个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站着的人，他就是这起案件的主犯。
虽然他背着身蒙着面，仍然是一副指挥者的姿态。他叫张书海。画面上另外三名歹徒的名字分别是张洪超、张世静和裘红军。其中这个叫张洪超的，我们要特别介绍一下。当时他刚刚满22周岁，是河南省某警校的一名在校学生，而且还是学生会副主席。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本来可以有大好前程的年轻人，已经犯下了2起抢劫银行的大罪，而且在第一次抢劫银行的时候他才19岁。这就是张洪超的照片，略显成熟的脸上还是有几分年轻人的稚气。我们再来看张书海的照片，是不是觉得两个人有点像呢？两个人都姓张，难道有血缘关系？是的，主犯张书海就是张洪超的父亲。这是一伙罕见的家族式劫匪。张书海作为父亲，为什么会拉上有大好前程的儿子来参与抢劫呢？他自己以身试法也就罢了，为什么还要拉上亲生儿子一起来干这杀头的勾当？中国有句老话说，虎毒不食子，就是说人再恶毒也不会对自己的子女下手。那么张书海真的到了毫无人性的地步吗？可事实上，在旁人的眼里，张书海是个不折不扣的好父亲。儿子张洪超上大学的钱是他向村里人挨家挨户借来的。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个父亲亲自带着儿子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呢？用张书海自己的话来说，抢银行这事儿，找别人合伙做，抢了钱还要分给别人，找自己人做不仅更牢靠，而且还可以肥水不流外人田。肥水不流外人田，哼，听起来有点可笑吧？可是干这种玩命勾当的人还真就是把银行的钱、别人的钱当作自家的肥水。129特大银行抢劫案发生后，银行大厅内浓烟滚滚，不明真相的市民还以为是商贸城着火了。案发现场一时间人山人海，十分混乱，这给劫匪的逃离创造了便利。129银行抢劫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河南省内发生的最大一起抢劫案。公安部将这起案件列为挂牌督办案件，并选派枪弹专家、爆破专家、刑侦技术专家前往郑州指导工作。郑州市公安民警以最快的速度向各自的工作岗位集结，一张抓捕歹徒的大网向辽阔的中原大地逐渐散开。郑州市公安局局长李明庆在129特大银行抢劫案发生后对市委领导做了这样的表态，不破此案誓不罢休。李明庆这么说并不是盲目自信，凭他20多年的从警经验，他知道129特大案件有几个关键的突破口。在他看来，这起抢劫案虽然表面上看犯罪分子整个作案过程非常迅速，只用了短短5分钟时间，但是歹徒在现场却留下了大量的物证和犯罪痕迹，而这些物证和犯罪痕迹越多，李明庆就把罪犯的面目看得越清楚。129郑州广发银行特大抢劫案发生15分钟内，郑州市公安局的刑侦人员赶到现场，劫匪已经逃之夭夭。从营业厅的监控录像来看，四名犯罪分子的作案全过程都被记录下。由于犯罪分子都有帽子和眼镜，警方难以判断他们的面貌特征，但现场的侦查工作为警方提供了犯罪分子遗留下的大量罪证，其中有5枚爆炸装置、两顶用来遮挡面孔的马虎帽，里面留有2名犯罪嫌疑人的10余根毛发、5枚催泪烟火筒、藏匿炸弹用的鞋盒、包装用的大荷包、炸弹引爆后的残留物、弹壳等28种物证。
那么多的证据，每一个都要彻底调查。当时为了查清每一个物证的来源，它的生产地、销售地，郑州警方几乎跑遍了全国。我们来看看这把铁锤，当然这是个道具。在这把铁锤的锤头和木柄之间这个地方钉上了三颗螺钉，这是张书海事先拧上去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在砸那个防弹玻璃的时候锤头掉下来。现在只要查清这些螺丝钉的生产厂家和销售地点，就可以大致圈定张书海一伙的落脚点。当然这种做法有点大海捞针，但对警方来说，任何一个细节都不能轻易放过。那么郑州警方最后查了多少厂家？873个螺钉生产厂家，1006个销售店铺。但很可惜，像这样的螺钉在郑州任何一个店铺都能买到，那就等于说这个证物没有用。但是警方就是通过不断地做这些看似无用的工作，最后才有可能找到有价值的线索。很快警方在另一件证物上又有了发现，就是这个。在案发现场，警方发现了五个这样的爆炸装置，其实就是自制的土炸弹。把这些东西拆开来，其实里边就是烟花爆竹的废料拼凑起来的。但是真正有价值的线索是里边的拉火管，也就是我们后面屏幕上看到的一根普通的拉火管，里边到底有什么玄机呢？我们还是来听听当时郑州警方的专业技术人员是怎么分析判断的。就我们这个查证呢，这拉火管是要令市场生产的军用型，这个通过的火力管呢，这个主要是军用的，这个民间呢，像这个东西都很少用。这样一个结论给了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就是说这个弹头的头头，也就是张书海，极有可能在部队里有老兵，而且这些拉火管的生产时间都是在1971年以前。如果说歹徒的拉火管是从部队偷出来的，那么根据在中国服兵役的年龄段来推算，歹徒的年龄应该在40到50岁之间。接着警方又进一步的拆解分析这些爆炸装置，从里面拆出了5根导火索，结果正是这些导火索让这起案件有了重大突破。用导火索怎么破案呢？当然我们这里只是一个替代的道具，真的导火索可别小看，细细的一根导火索也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有药芯、外覆包层、防潮层，而且导火索的品种还很多，不同的爆炸物，比如手雷、地雷、弹药等，要用不同的导火索。当时刑侦人员把这段导火索解剖了，通过痕迹学原理检验，他们惊讶地发现，在郑州几年前的另外两起银行抢劫案中，在现场发现的两段导火索竟然和这次的导火索出自同一根导火索，也就是说另外两起银行抢劫案很可能也是这伙歹徒干的。1997年11月19日下午5:50，4名歹徒手持猎枪闯入郑州市淮河路电信分局，抢走37万元现金后，点燃一个空的爆炸装置，之后逃跑，现场留下一段5米长的导火索。1999年3月3日上午8点左右，3名歹徒闯入郑州市建设银行交通路储蓄所，持枪威逼柜台营业员，抢走现金5万元。歹徒在离开时扔出一颗炸弹装置，并于混乱中逃跑，现场留下了一段未燃尽的导火索。由一根导火索引出了另外两起银行抢劫案的线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从3次作案的工具来看，
歹徒的犯罪技术在升级，他们犯罪的手法也越来越熟练。现在只要把这三个案件并案，警方就能获得这个犯罪团伙更多的物证以及关于他们的一些信息。比如三案并案后，警方从1999年3月3号建设银行抢劫案中调来的物证，就对破获129大案提供了重要帮助。1999年3月3号，在抢劫建设银行作案的过程中，张书海一伙在现场遗留了一个东西，是个包装盒，临柜牌榉木球形门锁包装盒，他们是用来装爆炸装置的。这个包装盒在后来的侦破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甚至可以说没有这个临柜牌门锁包装盒，就不会有后面的成功破案。不过这是后话了。物证痕迹查证工作的落实，基本上确定了罪犯的职业层次、年龄大小、生活习性等多项内容，并刻画出了四名犯罪嫌疑人的形象特征。这个犯罪团伙是由兄弟或有血缘关系的人组成，团伙中有一人或两人曾经参与抢劫或盗窃，且至少有一人在郑州市有固定住处或为郑州市常住人口。据此，郑州警方开始了对郑州市168平方公里进行全面排查的工作。在排查过程中，警方向市民发放印有罪犯特征的宣传提纲和银行现场录像光盘，希望可以警民合作，一起破获这起特大银行抢劫案。从129案发到春节过后，郑州市广大公安干警化压力为动力，丝毫没有松懈，侦查工作一直持续到了2001年6月。为什么警方会认定犯罪分子一定是藏匿在郑州市内，而不是流窜作案，或者是犯案后携款逃跑呢？这其实是根据严谨的犯罪心理学和分析现场证物得出的结论。因为之前的两起银行劫案都发生在郑州市内，而且在现场找到的大量物证中，有包装作案工具的鞋盒、尼龙带、绳索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在郑州市内销售，而且是日常生活中经常用得到的东西。所以公安局局长李明庆断言，罪犯就在郑州，他们就生活在我们的眼皮底下。但是现在经过了6个月的排查，却没有发现张书海一伙的任何踪迹，是不是李明庆的判断出了问题？还记得我们前面提到的临柜牌榉木球形门锁包装盒吗？在接下来的排查中，这个重要物证将要发挥它的作用。有了它，排查民警将会在郑州茫茫人海中识别出129特大抢劫案的主犯张书海。2001年6月12日晚上8点钟，郑州市公安局两名民警来到松山路北端的绿城花园小区进行排查，从1号楼一直排查到24号楼。当民警敲开24号楼1单元7楼的一家房门，一个叫王宇的中年妇女引起了民警的注意，因为该户通往客厅的3间房门上全都安着临柜牌榉木门锁。排查民警瞬间就联想到了犯罪分子在案发现场遗落的锁盒，正准备详细询问，民警听到卧室内传来隐隐约约的人声，从王宇闪躲的眼神上，民警觉察到有些不对劲，于是他们敲开了卧室房门，原来是王宇的丈夫。让警方感到可疑的是，王宇丈夫的身高、体型、年龄都和129银行抢劫案的主犯张书海非常相似，所以民警借机将他带回了专案组进行深入的调查。这个人就是张书海，但当时警方并不知道张书海就是129银行抢劫案的凶手。在盘问过程中，这个中年男子非常镇静，他显得神情自若。
当时当办案的民警把张书海带到专案组以后，警方问什么他都回答得十分流利，对自己的真实姓名、出生年月、地点、籍贯等等都不隐瞒，基本上该说的都说了。我们来听听当时办案的民警对询问情况的回忆。当时平顶山叶县人属于我们排查的一个重点，因为是一个重点区域吧。这儿我们随后我就把他给叫了去跟我们一块儿到专案组进行询问，基本上把他家庭情况啊、成员呢，这基本上都说了，都是实实在在的。但是唯一点的说了瞎话，就是说没当过兵，因为当时我们排查一个重点就是当过兵的人，张书海说他没当过兵。没有当过兵就不符合129抢劫案犯罪嫌疑人的特征，但是这个人家里的举目求行门锁，却让警方的办案人员浮想联翩。但是没有确凿的证据，警方也不能扣留张书海，所以经过两个小时的询问之后，第二天凌晨警方只好把张书海放了。张书海一走出公安局就拦了辆的士，匆匆忙忙返回绿城花园小区的家中。到家后，张书海先给在平顶山的儿子张洪超打了个电话，然后让妻子王宇和妹妹张玉婷收拾东西，自己则带了一些钱，几个人准备分头离开郑州。第二天凌晨2点，张书海来到郑州市火车站，天不亮他就坐上了第一班回平顶山老家的列车。即使在那个时候，他的心里还一直存有侥幸，他以为自己没有在现场留下任何证据，无论如何也不会查到他的头上。就这样，这个129抢劫案的头号嫌犯走出了专案组的大门。但是天网恢恢，张书海真的就能够蒙混过关吗？张书海被释放之前，专案组按照指挥部对重点嫌疑人进行甄别的有关要求，对张书海进行了掌纹和指纹的采集。张书海走后不久，技术人员对他留下的10枚指纹进行比对，发现其中2枚与129案发现场的2枚指纹非常相似。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李民庆局长请来痕迹学专家对指纹进行反复比对，最终确认张书海的2枚指纹与现场指纹的结构、间隔线数及相互关系完全吻合。这个消息让在场的所有民警欣喜万分，奋战了190多个日日夜夜，犯罪分子终于浮出了水面。6月13日凌晨，郑州市警方再次来到绿城花园，并对那里进行了全面封锁。到了凌晨4点多，两名妇女提着大旅行包从24号路走了出来，其中一名正是张书海的妻子王宇。早已准备就绪的警方冲上前去将两人带走，并从两人提包中找出猎枪、子弹还有大量的现金。之后警方立马对张书海家进行了搜索，但是张书海已经外逃。不过在现场警方发现了与前几次银行抢劫案相关的猎枪、炸药、导火索和作案时所穿的衣物。那张书海去了哪儿呢？据他妻子王宇交代，张书海从专案组一回来就立刻决定逃跑，他逃跑的目的地就是他的老家平顶山。有了这个信息，抓捕张书海就变得容易多了。郑州警方当即出动警力前往平顶山，在当天上午10点20分将张书海抓捕。我们来看看随行记者拍摄的真实抓捕场面。2001年6月13日，制造了3起特大银行抢劫案的主犯张书海被郑州市警方抓捕立案。6天后，在数百名警力的护送下，张书海被顺利押解回到郑州。听到这个消息，郑州市民纷纷涌向街头，想亲眼看看这个犯下滔天罪行，让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心有余悸的犯罪分子究竟有着怎样的真实面目。
这是郑州市民第一次亲眼看到张书海的真实面貌。当时在现场，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无论怎么看，张书海都不像一个穷凶极恶的银行抢劫犯。确实，张书海平时在周围人眼里是个长者的形象，他不大爱说话，但是一开口，必定是丁是丁，卯是卯。这种作风是他当了十来年村干部培养出来的。张书海在老家，村里人很尊敬他，就是在同辈人的心目中，他的威望也很高。所以，张书海案发之后，村里人都很难相信，这个平时老成持重、颇有长者风范的村干部，竟然会是三起银行抢劫案的主犯。这是张书海在平顶山老家的住宅，即使现在来看，这样的房子在农村依然算得上是非常不错了。张书海在村子里当过十来年的村主任，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要带领村民发家致富，自己的政绩是颇有建树的。警方审讯的时候，张书海辩称他抢钱是因为做生意亏了本儿，而且他得了糖尿病，急需一笔钱维持生计。张书海还说，他并不是像旁人想的那样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怪人。他还说，他们村里有一条马路，就是他带着村民们修的，只修了一半。这次要是不抓他，放他回去，他一定会拿出一部分钱把这条路彻底修好。然而，在他道貌岸然的外表下面，张书海的内心究竟隐藏着什么呢？张书海出生在平顶山叶县下里乡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70年当兵，退伍时，张书海从部队偷出了导火索、拉火管、子弹等物。他带回这些东西的时候，只是想着回村后多少可以起些作用，并没有想过具体可以用来做什么。回到村里，以他的阅历和能力，张书海很快成了一名村干部。后来，他开过照相馆，卖过麻将，但始终都没有赚到钱。看着有的同乡纷纷发财致富，张书海的心里开始产生不平衡的情绪。他把这一切全归结到钱上，这也使他对钱的追求达到了一种痴迷的程度。1995年，张书海离开老家，来到郑州给妹妹的个人诊所帮忙。由于诊所生意不好，张书海每天都盘算着怎么样可以更快更省事地弄到钱。于是一个邪恶的念头在他的脑海里迅速滋长，那就是抢劫。1996年11月27日，张书海伙同老家的一个侄子张小马打劫了一家中医诊所，抢得赃款14000元。不过这笔钱很快就花完了，然后张书海又把目光盯向了一家电信营业大厅。1997年10月，张书海在郑州帮他妹妹打理生意那段时间，他脑子里成天想的就是如何打劫淮河路电信局营业厅。可是真要干，还得有帮手，那么谁才能信得过呢？想来想去，张书海想到了他正在警校读大一的儿子张洪超。一天，儿子到姑姑家玩，吃完晚饭，张书海就慢慢的把话题引到了淮河路电信局营业厅上面。他对张洪超说，那里面的钱起码有好几十万，里面连个保安都没有，要是上那儿弄点钱花花，那可是太容易了。你要是觉得肿，咱就弄，不肿就拉倒。张洪超没有想到一向正直严肃的父亲会说出这样的话，从小到大他都很听父亲的话，但这一回遇到这件事，他犹豫了。回到学校，他一连好几天睡不着觉，他在亲情和良心之间挣扎，但他又想父亲绝不会轻易说出这样的话，要是不答应就是辜负了他。最终他决定追随父亲，拿自己的人生做一回赌注。拉上儿子张洪超入伙后，张书海又让张洪超再找一个帮手。
想来想去，张洪超找到了他的高中同学张世静。因为以前张世静曾经向他透露过要走捷径赚钱的想法，听了张洪超的计划，张世静果然爽快地答应。之后张书海又叫上了侄子张小马，并让妹妹张玉萍负责现场接应。1997年11月9日，张书海伙同这三人带着买来的猎枪和自制的土炸弹，抢劫了淮河路电信营业厅37万元。这起案件由于线索缺乏，一直久侦未破。1999年3月3日，张书海等人再次作案，抢劫郑州建设银行交通路分行5.5万元。这一次的抢劫数目让张书海有一点失望，所以很快他们就再次酝酿了一个更大的犯罪计划。2000年12月9日，张书海伙同儿子张洪超以及张洪超的高中同学张世静、乔红军，将罪恶的黑手伸向了郑州银基商贸城的广发银行。2001年6月13日，张书海被捕后，对于抢劫银行的事实一概予以否认。该抓的我就抓完，你有什么？在郑州市公安局长李民庆的亲自审问和分析下，张书海的心理防线逐渐土崩瓦解。我后期我给打电话，我在经常公安局拍照，我在这给我整理了的。这就用了陈玉那句诗：“莫伸手，伸手必被捉。”张书海自认为事情做得天衣无缝。就在郑州市公安局局长李明庆审讯他的时候，他还一直在问警方究竟凭什么确认他就是129的抢劫犯。李明庆倒是很有耐心，他告诉张书海，在案发现场警方提取到了两枚指纹，其中一枚是从没有引爆的爆炸装置上获得的，这就是张书海事先制作炸弹时留下的。那么另一枚呢？另一枚在这儿，这是当时的一份大合报，张书海的第二枚指纹就是从这张报纸上提取的。一提到大合报，张书海一下就说不出话来了，因为每天看大合报是他当了十几年村主任养成的习惯。在129案发之前，张书海命令所有的人都戴上手套，并且用毛巾把弹壳和爆炸装置都擦了一遍，但他却忘了自己随身携带的大合报上还留有他的指纹。现在李明庆一提醒，他马上就想起来了。在铁的证据面前，张书海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经过数小时的连续审问，张书海交代了自己犯下的所有罪行，但是对于其他三名同犯，尤其是儿子张洪超的行踪，他却一口咬定不知情。为了打开僵局，李民庆向张书海透露了他的妻子王宇和妹妹张玉萍被抓获的消息，也许是想给自己的亲人留一条后路，张书海最后的一道心理防线被彻底攻破。可此时的三名同犯张洪超、张世静、乔红军已经闻风而逃，河南省公安厅确定了以犯罪嫌疑人原籍所在地叶县为中心，部署周边6县公安机关民兵协同作战，2000多名公安、武警、民兵在全省设下了层层防线。指挥部根据张书海提供的线索，决定兵分五路全面追击。6月17日，前线指挥部通过缜密侦查，确定张洪超、张世静、乔红军已在警方部署的合围之中。6月18日，张洪超、乔红军被围困在平顶山与南阳交界的方城县拐河镇一带。6月19日，在郑州市公安局长李民庆的指挥下，张洪超和乔红军被抓捕归案。此后，最后一名犯罪嫌疑人张世静更如惊弓之鸟，在拐河镇一带山区东躲西藏。参加追捕的警犬从张世静丢失的物品中确定嗅闻，7条警犬在训犬人的带领下，在一条山沟里终于抓获了穷途末路的疑犯张世静。2001年8月18日，郑州市人民法院对张书海团伙进行了为期3天的审判。
一审判处张书海、张世静、张洪超、张玉平、乔红军、张小马六人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01年9月14号，张书海等六人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凤大战，烽烟再起，东北三省伪钞泛滥。突然他心里一惊，这钱不会是假钞吧？来历不明的假币，匪夷所思的命案，他们有着怎样的关联？张作霖听了心里一惊，莫非你怀疑他？谁是盗印伪钞的始作俑者？大头在后面。2011年11月21日22:31，档案揭秘：1924民国伪钞第一案。